本次视频由可以说了是吧，我给你加点戏也可以来开始。一些堂哥疯了现场合集一出来来，咱们小周周啊，小唐周啊，上课啦！当当当当当，国家响叮当。来，见我灯，见我灯。要上课啦！二，是什么让唐周如此兴奋？那就是拥有了新的战袍。震惊！冷面帝君幕后竟是宠妻狂魔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通通给我按一遍。等等，我太难了。沉香剧组拳王争霸赛来了，凶狠，我们最喜欢加上，一定要加上，要加上，来吧。Round one. 20, 20, 20, 20, Round three. 20, 20, 多吃点就能补锌。我杨子的愿望就是，就真的太土了，受不了了，然后真的土到爆笑的那种，真的删 Q 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嘿嘿，让你们猜，让你们找不成我老婆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沉香如屑，讨厌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到冒泡。酷的聚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也是沉香如屑里面的颜淡。弹幕回一波，昨天立秋拍了几张图，另外买了汉蛋鸡心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个夏天有颜淡仙子陪伴，真幸福。七夕，你最近买了？对，我也买了，而且我拍了这照片的七夕那天。你有尝吗？包完了以后，当时吃了一口，但是就觉得很好奇呀，是什么味道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也吃过，但是你要问我什么味道，我还就是不太记得，脆脆的，就那种味儿。原来梦游是因为在忘川走了800多年的后遗症，这个细节真是哭了。上一世泡了900年的忘川水，所以这一世特别怕冷。哇，是观众的这个小细节观察的好仔细啊，可能剧本里都没有说明这一点，但是大家观察出来了，哇，觉得很厉害。你希望杨子下部剧是什么剧？谁输了谁不能叫杨子老婆？告诉你们，一起让你们猜，让你们叫不成我老婆。颜淡的舌头是爱心，怎么让人不爱呢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是看了这个，其实我觉得哎，真挺可爱的。当时我也觉得颜淡真可爱，或者这个小舌头我都不知道，那可能是动啊或干嘛就变成那个形状。
杨子有没有总结过自己的粉丝们评论特点，比如说写实派、 P 图派、直球表白派，还是说有人帮你挖掘个人特色的？他们是表白吧，就是那种会夸我给我自信鼓励的那种，然后会跟我就是开玩笑的那种。哦，他们会写很多那种情诗，就是说你在我心里就是住了我们，那叫什么土味情话。你他写，他们会写很多土味情话。什么样的回复会引起你的回复欲？这真的太土了，受不了了，然后真的土到爆笑的那种。谁把严蛋的臭不要脸截图给我做表情包？你是否可以还原这个表情包？讨厌啊，臭不要脸！我没有说臭不要脸啊，我就说了一个讨厌了，我只是说了一个讨厌而已。因为那讨厌的是我自己加的，所以我没有加臭不要脸。紫妹，你看这是啥？你跑出来祸害漂亮姑娘，臭不要脸！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看沉香，除了收获剧情，更是收获了一大波杨子表情包。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个？就那个快跳桥吧，梗不及了，就那个跳桥的表情包。杨子，请回答。你觉得严蛋身上的特质中有哪一些是和自己很像的？一方面比较的开朗，这个还是跟我挺像的，而且他广交朋友，我觉得这一点也跟我有很像。如果给观众推荐减压片段，你最想推荐哪一段？我觉得凡间下凡间以后恢复记忆之前，其实都可以，大家看一看。如果可以拥有一个剧中的神技能，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法力？可以一下子飞好远，就从天上飞，然后一下子就能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你会恐高吗？我肯定就不恐高了嘛，有这个技能就节省了那个我们交通的时间的这个成本。你觉得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你有病啊你！臭不要脸！好讨厌啊！我自己吗？最近是你好，就是逢人就你好。严蛋的梦想是成为话本大家，杨子眼下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杨子的愿望就是想拍出更好的作品。杨子有没有考虑过把自己的朋友圈日常整理成册出版？没有，因为太多了，这么多年有的也不适宜发出书吧。那你会是经常删朋友圈的人吗？不删，现在三天可见还删啥呀？就是三天完了以后，之前的已经隐藏了嘛。杨子看到之前网友喊话严蛋多吃莲子补锌了吗？穿哪去了？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热搜的？当时是看群里有人发，然后我就去看了眼微博，知道了这个热搜。如果用一个表情来回应这个网友，是什么样的表情？我用一个表情发多吃莲子能补锌。大家让严蛋花式漂亮无条的 P 图你有看到过吗？想对全国各地助力的网友说些什么吗？干，谢谢大家。听我说谢谢你。如果是你，你觉得严蛋跳脸无墙会跳到哪里？跳北京吧，因为毕竟我是北京人吧，还是跳回北京比较好。沉香如屑播出到现在，关于剧集的话题和热搜也非常多，你觉得哪个热搜你看了有那种真的栓 Q 这种感觉，或者又有哪些讨论让你觉得网友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？开播第一天吧，开播第一天那个空降是真的栓 Q 了，就是感觉突然空降给大家播了，我觉得还好，栓 Q 很开心。最后需要用角色状态为该剧打 call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沉香如屑，讨厌啊！